What's up, YouTube？ 好久没来做这个 beer 视频了。然后今天刚好，本来早上想出去，但是突然天气预报告诉我说，啊，今天会下大雨啊，然后会有什么 storm， 就是雷雨交接那种，然后就不敢出去，都震得我 iPhone 的早上震了两次把我震醒。想说 OK， 那我没关系，我就待家里拍个视频 ，no problem。那今天主要是来，我想 update 一下我的这个胡子。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胡子的现状哈。大家可以看到我胡子的左边，这是我的左边哈。我的左边呢，一直就是在这个方面哈有一块洞。然后最近呢，我待会告诉大家我现在涂的状况。但最近我的胡子越来越往上涨了。看到这边有一点小点点，有一点点小点点，然后这边呢已经有在连接到了，所以我还是蛮开心的，它慢慢在连接。然后我的 mustache 一直都是没有很好的状态，但是慢慢也在改进。这一块呢有一点点小汗毛，没有太多，这块是一般般。然后呢，我的右脸一直是我比较骄傲的地方，它是比较饱满的，但是它也有，你看它要往上长一点，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大概我现在胡的状态。然后我跟大家现在讲一下我现在使用 MyNox 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我已经半年多一直持续这个样子，之前我给大家看过了，我大概有停半年然后没有用，然后那时候是已经完全刮完了，从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完全刮完，然后有半年没用，还是有继续长出来。所以呢，我的买纳现在呢是非常稳定，就是不需要那么稳定的去用它。然后我的胡子呢基本上全部长到最终胡子，只有呢这一块，这一小块，这两边，还有这上面一点点，还有这边中间的洞，还有这上面一点点。但其他部分呢基本上已经就是是最终的状态，所以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大家呢也要继续加油坚持，这个过程就是坚持。我已经用下来已经一年半了啊。然后我有看到很多在 Facebook group 里面的人，你们也慢慢长出胡子， proud of you， 非常为你们感到骄傲，也很开心。那现在呢，我的状态就是半年多我一直持续是一个礼拜只用一次。那为什么我一个礼拜用一次呢？因为我知道我还有一些洞洞的地方我需要去填补，所以我每次用的时候呢，我会尽量在我这边比较缺少胡子这一块，还有这一块我会涂比较多，其他呢我就直接过一遍 OK， 但这个地方我会涂比较多。然后每个礼拜就涂一次，我就花一个早上，比如说这个早上我不需要去做其他事情，或者说不需要去跟人家谈话，然后可能我不需要去见到我女朋友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也是很大原因。当你交了女朋友之后很麻烦，因为你如果你早上你要 kiss， you wanna kiss her， it would be so hard because once you try to kiss her， she would taste something on you， you know， something that's disgusting doesn't taste good， which is MyNox 的那个 MyNox 的味道。有时候他们亲你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啊好恶心，没办法亲你。我就觉得 OK， 这个东西是在 ruin 我们的 relationship。当然，你要长胡子，必须要牺牲。那好险，我那时候在用 MyNox 的时候没有女朋友 ，perfect。现在就是因为他有些关系，我需要去调整一下我的时间。我不希望因为这东西来打扰到我们。Anyway， 这些都是题外话。但是呢，我现在一个礼拜用一次。然后呢，效果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我想说慢慢持续，因为买那次我大概还有四罐，我买了超多，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用不完，我就慢慢去持续用，然后看看什么状态。所以这是我现在用的方式 ，Dermal Rolling， 我的那个 Roller 基本上没有在用，但是我要去买一个这个 0.5 的，我之前一直在用 0.25 是错的，要买 0.5，OK。那我要去买那个，然后我要继续用。我宁愿就是每个礼拜要涂一次，然后也要用一次 roller。那其他的话 ，biotin 我也要去买 ，biotin 我很久没吃了
Biotin 就是那个，大家有些说它是500，有些600，但实际上呢，我记得印象中5000的就好了啊，那个5000的就好了。然后记得是不要像我之前一样买错，买成女性，买男性的。那这是所有，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状态。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有些人有问题啊，然后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使用一周的过程，就是不是我使用，是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怎么去使用？因为有些人有问题说，哎，我涂完这个 roller 之后啊，我剩下24小时，我要怎么去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过程。一般没有涂啊，没有用 roller 的情况下，都是早上一颗 biotin，然后呢涂 minoxidil，涂完 minoxidil 之后呢。过2到4小时，你把脸洗掉，用清水洗干净，或者你想用洗面奶都可以。洗干净之后，然后涂 lotion，这就会让你保持你的脸不会那么干燥，不会脱皮。lotion 是比较好。我那时候是太懒，我根本没有涂，但是我就一直脱皮，然后会一直掉那个白白的东西，很恶心。所以最好大家还是涂一下。那在有用 roller 的情况下呢，早上一颗 biotin。然后吃完之后，还是继续用 roll 那个什么 minoxidil。我跟大家现在讲一下 minoxidil，其实有很多种。你看我这是喷雾的哈，我这是液体的，还有泡沫的，因人而异哈，都是自己的 preference。它这个设计呢，只是说，哎，液体有时候有些人比较喜欢，那有些人吸收比较好，那有些喷雾呢，就是比较方便，直接啪啪啪啪啪喷完就好了。那个泡沫就是。不会弄得很乱，然后就直接这样抹一下就好了。这都是个人的，但是我个人哈，我个人最喜欢用完这三种之后，另外一种没有在我手上，I'm sorry。用完这三种之后，我觉得最好用的是 minoxidil 的这个液体，因为液体我觉得它的这个含量是我吸收最好的。它每次就是拿出来之后，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你就涂到 1ml。就把它加到这个 EML 这条线上，然后往上面这样涂，是我是最喜欢这种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开始用液体，我觉得液体是最舒服的，用这个泡沫的，就是哦，这不是泡沫，这喷雾，有时候喷，就是会有时候喷到我嘴里，然后喷到我的脸上，然后我要去把它清干净，我不想我脖子上长一大堆胡子，你知道吗？所以呢，这是我推荐的。那就像我回去刚才的 topic 讲完。用完这满汤水的之后，也是过2到4小时，然后洗干净，把脸洗干净之后，然后用这个 lotion。用完 lotion 之后，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因为中午大概11点、12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 dermal rolling。这是我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这样至少，如果我早上用 dermal rolling 的话，那我24小时，整个24小时我就不能用 minox，就有点感觉就有点浪费，所以我一定会早上先用，中午再用 dermal rolling。然后我涂完之后，涂完这个 roller 都可以，两个都一样，说法都一样。弄完之后过24小时，也就是说到隔天的中午，你的晚上的时候再涂 minoxidil，就是说隔天的早上你是不要涂 minoxidil，什么都不要用，就吃 biotin 就好了。OK，我再说一遍哈，涂完 minoxidil，洗完涂 lotion 之后，你就可以用 dermal rolling。用完 dermal rolling 放进酒精里，然后消毒。你过了那个当天晚上不要涂 minoxidil，当天晚上不要涂 minoxidil，隔天早上也不要涂，好，直到等到隔天的晚上你才会涂。所以这个是比较 confusing，比较让别人有点误解的，就是这个使用过程。那这大概就是这一周使用过程，然后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最后呢，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大家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问的很有趣，他说如果我一个礼拜用超过一次 rolling 的话，那对会不会增加你这个皮肤不是胡子增长的速度？我在这边告诉大家，这个用一次呢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如果你想要就是加快它的速度了，因此而多用这个 roller 的话，没有用，反而会破坏你的皮肤的这个组织组成，会让你的这个皮肤不好。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它不是用在你的皮肤上面，不是这样子刮在脸上，这只是后来我们大家研究出来这个方法确实能刺激，但它没有任何就是
全部100%的科学依据。这个东西原本是拿来这个，这 Domoroni 是女性拿来用干嘛呢？我也忘记了。但是它不是拿来生长胡子的，所以我们这样刺激它，已经是对它一种extra 的一种刺激。如果你为了加快再去刺激它的话，这只会破坏你的皮肤的表层组织，这是不好的。OK，所以大家呢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时间慢慢等，慢慢等，我们都不要着急，因为你这种东西就像健身一样，我到时候也跟大家讲，健身也是这样，千万不能着急，一旦你着急，我跟你讲，这个过程就会被破坏掉，因为你的 mindset 就想着我要赶快弄，赶快弄，赶快弄，错，这东西一定要慢慢来，OK？那今天视频就讲到这边，我已经超过10分钟，有时候我就在讲说，哎。为什么我视频可以做那么久？为什么我的话这么多？不过 anyway，我想大家，希望大家有个 good weekend。然后呢，我会继续 update 我的 beard，然后我会继续update 我的 live video。大家也有讲说，想看我的 live video。上次那个剪头发那个反应也不错。那接下来那个还有 gym 的 video。好，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一直在等待。我会让大家一定会喜欢我的 videos 啦。Thank you. See you guys. Bye.